好久没有来住泉州的周记了。哎呀，哎，蚊虫已经搞上了。然后贴心的准备了一些办公用品，卫生间的那个灯我找了半天，原来是在一个电视旁边的这个小的角落里，就设计有点我觉得不是很便捷。现在新的这些酒店都会加一些这个美妆灯。打了六份稿子，我自己一份，五位嘉宾一人各一份。他们这床用的是好孩子的，是木质的，然后感觉下面这层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，还是说它的高度可以调节。反正像希尔顿那个是铁的嘛，铁床那个感觉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么舒适，但是它这个围栏的高度有点不够，如果有些像我们十个月左右的宝宝它是会自己翻出来的。还是先上去再下来。哎呀，先上去再下来吧，宝宝。他坐车也很累的， very tired。蛋，走吧，上去。我服务上没有比希尔顿啊，碰到我也不会要抱抱，妈妈也不会要妈妈抱，也不会要妈妈抱。蔡欣楠，蔡欣楠，怎么没有？他这个应该可以把它拆到底下那层会高一点吧？下来爬一会儿。塞奶的，现在很那个，很拉高的。你东西帮我拿了没有？拿了。不要这样吃啊！那上面啊！刚刚是软到皮的呀。嗯。哎。晚上留在这里跟妈妈玩，好不好？让你爸自己回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悄悄的，悄悄的，悄悄的。小阿姨，晚上你睡那个床好不好？啊，你肯定要睡中间是不是？你肯定要睡中间，谁要睡床？在干嘛呢，宝宝？又要爬。爬爬爬，爬上去，宝宝，啊！你要看上面的陶瓷是不是？啊！没有。有坏人要打劫我，宝宝。宝宝。咕噜咪。妈妈，你有股天津口音的宝宝。妈妈要喝一杯红酒。那个毛，那我爸出去吃。给他做。那你爸自己回去吧。对，啥不行。那你爸自己回去吧，宝宝。不要，这样很危险。你这个，这个视频你不能发出去。立马转发，不行，那不能啊！给他那个了，好了。谁呀？猪。这是什么线的？
刚好两根。是你五人的吧？白岩龙。这是塑料还是玻璃呀？这种应该都没蛋黄了吧？拿破仑都是拿破仑？没有，之前都是拿破仑，不是拿破仑哦哦，真的就是拿破仑，而且也还好，没有，都是拿破仑哦。好、哦，是全部都是做拿破仑。哦，有小熊，宝宝有小熊哦。小熊在哪里呀、啊？熊熊，哦，对对对，啊，嘿，我来一下啊。洲际入住都会送饮品券，然后还点了一个草莓的拿破仑。饮品除了咖啡、果汁，还有像红酒跟啤酒。你要追他人家耳朵干嘛？抓人家耳朵干嘛？一个小，这样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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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样给。吃一下这个草莓的拿破仑，哇，好大一个，但是好像是这个拿破仑的层次感没有那么多层，然后也不是特别的酥脆，然后上面呢是包的一些奶油风味的那种奶油酱，口味上来讲我觉得还可以，但是就是没有说很拿破仑正宗的那种做法。晚上要不跟妈妈在一块啊？不要。嗯？你爸爸硬是要把咱们两个分开。哦，你以为这边旁边是有个商场？看楼下这海洋球乐园还挺大的。你们想买呀？哎，而且还做蛮有钱，因为他那个盒子挺有花的。洲际还是融合了很多泉州的元素在里面。扫塔。哦。孤扫塔。只是那个吗？开元寺在哪？那边后面。哦。呀。啊。要不要在这里跟妈妈一起睡觉啊？哦。哦。不留下来，要回去了不？我是吗？不想走是吧？回去自个奶，回去自个奶。好，我操！哦，是哦。对呀。是的，是的。拜拜。洲际旁边的这个摩天轮的夜景还挺漂亮的，不过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在运行。这边后面有个夜市，好热闹啊！这家蔡文文牛排馆在大众上有看过。洲际的早餐我记得很早以前吃过一次，我觉得很差，这一次看一下怎么样。面包种类还挺多的，
现做的闽南特色海蛎煎，这边还有专门的一个小朋友的区域，咖啡机果汁，然后有芋头脑袋超爱的香芋鲜奶，闽南特色的醋肉鱼卷菜果，还有五香，还有煎饺，银耳汤、小米粥、白粥，还有红豆粥，应该是现包的扁食，还有像一些鱼片啊、生菜都可以现煮。热菜的话，感觉都比较简单，豆腐脑和一些咸味的浇头，橘、番茄、南瓜、培根，还有西多士，然后还有像一些炸物、薯饼。然后这个蛋的话，它还有鹌鹑蛋哦，就是比较特别的，它蛋的种类挺多的。我拿一点海蛎煎试试。然后这边是一些凉菜，还有各种口味的燕麦粥、酸奶等等，然后一些生菜沙拉，还有这个剥好的龙眼。然后它的芝士是有专门用冰箱装起来的，还挺讲究的。其他酒店基本是敞开就放着。最多加个罩子，拿了这个比较特色的芋泥包，还有这个香芋鲜奶，西多士海蛎煎，还有醋肉。它的香芋牛奶很浓郁哦，它不是，它是很浓稠的那种口感，不像比如说兑了很多鲜奶就会变得很稀。加了龙利鱼、牛肉丸，还有这个香芋丸，它是煮好的，可以加进去。龙利鱼，还有一些菇类。嗯，还有那个龙利鱼片。嗯，没有，吃到的是菇，不是牛肉片。然后那个龙利鱼片。碗有包了，不是牛肉啊，里面也是包肉馅，而且是有调味的肉馅，还挺好吃的。然后这应该是香芋丸，嗯，芋泥的味道更浓了，是还不错，然后。咸的豆花，其实咸的豆花不是特别有南方特色，南方的豆花一般都是甜的。不是那种我以前吃过那个松软，特不好吃。活动当天上午，好不容易把各路嘉宾集齐，准备先做个圆桌的彩排。今仔的风景头。促销，比如说优惠券呀，比如说这个七天促销啊等等的。然后我们这个促销的节点，营销节点也给大家罗列在这个线上了哈。这个因为它这个线上罗列起来的话，大家在不同的促销节点用不同的促销工具，可以促使你在这个节点的销售额有一个很好的增长。所以大家把握好不同站点的这个促销节点。因为它
星星的阵营，四大星星的一个是运动，瑞典、荷兰、波兰、比利时和土耳其。这个阵营虽然我们认识时间不是很久，但他们的发展非常迅速，每年增长得非常快。尤其是我们今年这段时间的土耳其刚上线嘛，就是带来非常不错的效果。另外呢，我们通过欧洲出口计划，其实我们可以帮助大家把大家手中的好的中国制造的产品，通过出口的方式卖到欧洲没有亚马逊阵地的其他的三十个国家。因为欧洲其实不是很大，所以很多周边的国家都会通过无法得一些这些新阵地的网址去下单，通过跨境方式拿到他们手中。所以从欧洲来说，如果上线欧洲，我们不希望大家把它当作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去运营这样去思考，希望大家可以把欧洲当作一个整体去做运营的思考。因为无论是从物流的解决方案，还是从整体的我们的上线方案来说，通过整体的方式去思考，大家效率是最高的。自己喜欢的那种贝雷帽，或者说上面可以custom版自己名字的这种定制型帽帽子，就过去的搜索呢也是增长非常的快。一个是刚刚讲的定制类的，定制类的帽子还体现在定制类的 T 恤上面。然后左边有一个叫彩虹衣，叫 Rainbow Shirt 或叫 Pride Shirt。它这个其实不光说是生产很苗条，其实它更多的是表达了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彩虹的意思，其实更多是指对非异性恋的这么一个族群的一个统称。所以其实这个代表了背后的一个态度和价值观。GHA T 恤24.1是德国的一个独立站，也是专门做这类 T 恤的里面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色彩选择和一些design 的概念，大家可以去借鉴一下。